在比利时结婚了。给你正式介绍一下，这就是谭静，我爸。易伯伯好。听雨生常常聊到你啊，嗯，来来坐，坐。啊，爸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我和谭静，等他毕业之后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来吃饭，边吃边聊，好吧？要不然菜都凉了，好吗？好，来。你喜欢吃的，谢谢。多吃点。好。啊，你也来点。来，自己来。没事。谭小姐，听说你在那个外国语学校。嗯。什么专业？英语教育。对啊，谭静可厉害了，他刚刚考完雅思，等他拿了毕业证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出国，而且呢，他还会再继续读书，等我念完博士以后，我们再一起回来。哦，你们都计划好了？嗯，哦，好。其实呢。还有一件事没来得及告诉你的。什么？我们在比利时结婚了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们肯定会在国内办婚礼的，把你以前送出去的红包全部收回来。嗯，你们都大了啊，只要你们想好了，就怎么做啊，都行，都行。啊，来，吃吧，吃吧。先送谭小姐回去吧。我学校很近，我走回去就可以了。一起吧。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一起走啊。没有，我喜欢溜达的。你先陪爸爸回去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。啊。走。你去我妈那边，你带点东西就好了。我明天再放学再来找我吗？雨生，走了。先陪爸爸。好。易伯伯再见。回去小心，打电话给我。Thank you.